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指引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胡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功夫者咏春课程班。今天我会为大家带来咏春的初级套路小念头和手法的练习和对练的练习。而在上课之前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发电邮到我们以下的电邮地址，我们会及时的为你做出回答。还有就是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我们更多的详情，或者是你可以上我们的 QQ 聊天群，我会在那里为大家做及时的讲解。好，我们开始上课。好，刚刚为大家演示了咏春拳小念头的整套套路。在我为大家分解咏春拳所有的手法之前，首先要让大家认识到人体的中心线，这在咏春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人体的中心线就是以人的鼻梁为中心，向上和向下延伸的这一条线。因为人体所有的要害都是在这条中心线上，包括鼻子、人中、咽喉、腹部跟下裆，全部都是在这条中心线上，所以我们在实战过程当中需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条中心线。在攻击对手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找要害打，就是我们也是打这条中心线。好，人体还有一条中心线呢，就是手，大家看地上这一条直线，在我两腿之间的这条直线，这是你进攻的距离，这也是一条中心线，直线进攻，所以很多内家拳的中心思想都是一样，所以这条线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在咏春拳所有的手法运用当中呢，我们要配合运用到的一个咏春的战马，就是二字前仰马，还要配合到一个180度转马的步伐。180度转马的步伐呢，就是咏春拳最基本的一个闪躲的步伐。好，我先来教大家怎样开二字前仰马。我们首先抱拳，双脚并拢，前脚尖打开，各45度，指向两边各45度，然后脚跟随着打开，
让自己成为一个三角形，让你的脚往前往后成为一个三角形，因为三角形的在几何原理当中是最稳定的一个弧形。好，我全身的我再做一次给大家看。我首先抱拳，开脚尖，开脚跟，还是前仰吧。好，接下来我会教大家一个咏春的180度转马，这是咏春拳当中一个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闪躲的步伐。我们同样也是开二字前仰马站好的，在转马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双脚脚板要保持一个平行的状态，平行的状态。而且很多人在示范错误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转马有些错误的是这样的，和这样，脚跟离地是错的，包括脚尖离地。感觉到有一根钉子从你的脚背上这样钉下去，两足这样钉下去，然后你的脚掌和脚跟是同时的走动。然后我们可以要把重心放在后脚，然后你前脚随时可以提起来。好，做一个全身的180度转马。学会了二字前仰马怎样开马和180度转马之后呢，我就来为大家分解咏春所有的手法。咏春拳的小念头的开始呢，我们第一个就是咏春拳的日字冲拳。日字冲拳呢，在咏春拳的拳谱当中呢说拳有精发，所以呢我们拳一定是走这条中心线。这样，很多别的武术都会这样旋转的，这样出拳。咏春拳的出拳呢，为什么叫日字冲拳呢？因为它的手是这样直立的，而不是横的，这样看起来像一个日字。所以当出的时候呢，手臂完全放松，手腕、手肘完全放松，把手肘挤到中心的位置，到最后。感觉到要接触到目标的时候突然发力，而咏春拳的那个寸劲拳也是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大家看我做一遍，从中面沉肘，要保持你的手肘在中心线，因为你在攻击的同时也守护到了自己的中心线。然后呢，大家练习完拳之后呢，就是可以咏春的连环出拳。大家记住了，就是拳要一打直线，这只手攻击了之后，这只手直接就是躲在你这只拳的后面，所以让对手看不见这只拳，所以永远有一个拳。让对手去让他忙不过来，让他去做反应。好，我们练习了不动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练习就是配合转马来练习日字冲拳。这就是咏春的日字冲拳。好，我接下来为大家演示咏春拳的第二个手法动作，叫摊手。摊手就是咏春拳当中的一个格挡动作。当对手的拳攻击你的时候，
从中线攻击过来，你要抢占对手的中心线，就是用这个摊手。摊手其实跟我们出日字冲拳一样，也是把手肘挤进来，保持手肘在你的中心位置，完全挡住你的中心位置，然后摊出。左手也是一样，摊出去，手指尖的距离呢，差不多就是跟你的下巴持平，这是一个最标准的摊手，然后配合转马，摊。大家记住，在转马的过程当中，同时要保持像正面的这样一个摊手，不要在转马的过程当中，你的手就偏离了你的整个中心线，转过来就不是一个摊手，就是在摊完之后转回来，还是一个像正面的摊手一样的动作。好，这就是咏春拳的摊手。接下来我们讲咏春拳的扶手。扶手呢，在小念头的表现呢，扶手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一摊三扶，小念头一摊三扶，摊手转扶手，所以这个扶手呢，形态是比较奇怪，同样也是啊，从你的手肘，从你的中心线把手挤出来。这个形态的扶手呢，其实是一个锁紧的手法，就是当对手你抓住对手的脖子之后，把它这样锁进来的一个扶手的手法。还有一个防守的扶手的手法，在小念头当中没有表现的呢，就是扶手，也是同样你要保持。你的中心线，手肘在你的中心线，扶手，这样呢，就是说你用一只手可以抵挡对手两只手来的进攻，然后你还有另外一只手空出来，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攻击对手。左手也是一样，左手，包括转马。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咏春拳的拍手动作。拍手动作呢，其实在没有学过任何拳术的人当中呢，人的最本能的一个反应，当什么东西攻击你的时候，你总是会去拍。所以咏春拳把这个人的最本能的动作呢，加入到咏春拳的拳术当中，也是很实用的一种手法。在小念头的表现当中呢，就是拍。我们正面的练习也是左右这样拍手。当有东西从正面进攻的时候，从边上接住它，配合到转马，拍，有东西从正面进攻的时候，先躲闪，然后拍。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咏春拳当中的防守。防守是咏春拳当中最难练的一个手法，是咏春拳的标志性。防守是从攀手接住对手的强手之后，突然间转变方向，变成防守，卸去对方的能力。怎样才说是一个标准的防守呢？就是说你的胸口和你的前臂要成为一个直角，你的身体和你的上臂这个部位也是要成为一个直角，手肘端平，然后呢，你的前臂自然的垂下外翻，你的手肘跟你的 手腕和胸口的中心线呢，要成为一条直线，中心线，这样才是一个标准的防守。那我们这边练习是防守。在咏春拳当中，防守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因为防守可以千变万化，因为
如果是说我们榜首的话，我们从外面翻的话，哎，变成一个拍手，然后从里面的话，哎，我沉肘我就变成了一个摊手，起到很多的变化，然后所以才把咏春拳的拳术呢变得千变万化。然后我们在小念头当中呢，除了榜首动作呢，和榜首动作配合运用的还有一个护手。护手就是大家记得咏春拳小念头一摊三伏的时候，我们收手的时候的这个护手。护手其实是你的第二道防护。当你的第一道防护，第一只手在外面的时候被人家隔挡掉了，你不用担心，还有第二道的防护，防护住了你的咽喉部，一个非常重要的中线部位。所以我们在配合转马练习过程当中，榜首跟护手呢，我希望大家一起练习，就是说榜首护手，同样也是摊手出。好，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咏春拳的跟手。跟手呢，就是我们在小念头当中的表现呢，是摊、沾手、跟手。跟手的用法是干嘛呢？就是说当你遇到对手的侧踹，或者是当你遇到对手的下勾拳或者是鞭拳的时候呢，你用你的手直接把它隔挡开。所以跟手我们练习是跟手、跟手、跟手、跟手。在配合转马的过程当中呢，是跟手、跟手、跟手、跟手。好，这就是咏春拳的跟手。好，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咏春拳所有的拳手法的配合练习。我非常有幸请到我们功夫者的王教练来和我做这次的配合讲解。好，我们现在开始。好，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咏春拳日字冲拳的对练方法。首先让大家知道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你接到对手的拳从中线过来的时候，你有两个地方可以破解这一拳，就是第一是从内门直接破解，然后第二是从外门破解。好，还有当你出拳的时候呢，你的手肘千万不要伸直，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第一次出拳的时候你的手肘就伸直的时候，你的手不能做更长的延伸，所以打不到对手。当你隔到对手的手的时候，要保证你的手肘还是弯曲的，所以当你做第二次延伸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到对手。这就是咏春拳出拳啊，需要直中有曲，曲中有直的一个道理。好，我们做一下示范。这是内门，我们从内门直接连削带打。还有呢，就是从外门连削带打，就是我从外面我转移我的中心线，因为它直接是要攻击我的中，它直接是要攻击我的中心线。当我看到它出拳的时候呢，我转移掉我的中心线。他已经偏离了我的中心线，但是我的中心线还是直接的面对对手，所以我从这儿从中心线出发，我一样可以打到对手。所以从外门就是走走走。好，当两个人对练的时候呢，我希望还加一个两个人同时转马，就是说当你对手的时候，你的中心线这我们手交叉的这个中间是我们的中心线，所以当对手的拳过来的时候，同样我拿回做转马，对手也是同样做连削带打。好，这个就是咏春拳的日字冲拳的对练。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咏春拳的摊手在对练过程当中是怎么运用。当对手出拳的时候，同样我们跟出拳一样，你的摊手直接从你的中心线去接对手的巧手。它摊手有两种，包括两个手加起来就有四种摊手的方法。通常我们一直用的是一个内门的摊手和一个外门的摊手，这个比较像沾手，这个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会继续为大家解释这个手法。但通常我们用的外门的摊手呢，是一个交叉的摊手，当它过来的话，我转马，我这样把它摊在外面的，比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这只手空的手离它很远，打不到。如果我做一个交叉的摊手的话，
我这只手离他的身体近，所以他还是可以接触到他，所以我这只手就可以做攻击，所以这就是啊交叉外门摊手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们在对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摊手、摊手、摊手、摊手，然后做外门摊手、摊手、摊手、摊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最好是可以做到运用自如，想摊内门就是摊内门，想摊外门我就摊外门。好，这就是咏春拳的摊手的运用。好，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咏春拳当中的扶手。我讲过了，在之前分解当中讲过了，咏春拳的扶手呢有两种手法，一种是在小念头当中所表现的这种手法，还有一种就是这样的一个扶手。分别是怎么运用呢？当你这样手法的扶手呢，其实是一个锁紧的一个扶手。当对手攻击你的时候，我们进攻的时候，用这只手去把对手拉进来，这样的一个锁紧的方法，这是一种锁紧的扶手。还有一种扶手呢，就是在进攻当中的防守的扶手，因为扶手没有内门，扶手全部都是在外面，包括两只手的扶手，就是一个是同方向的扶手，还有一个是交叉的扶手。所以在练习过程当中，我也是希望大家灵活运用做到随机应变，想怎么扶交叉扶和同方向的扶手，做到大家可以变换自如。好，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咏春拳的拍手动作。拍手在实战当中呢，当对手进攻你的时候呢，就是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会把进攻你的面前的东西用手拍，让它移开。所以我们有外门的拍手和内门的拍手。那在拍手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记住的一点是，内门的拍手我们一定要拍在手的这个位置，手腕的位置。因为如果你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拍手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他的手还是可以弯曲的，他还是可能从这儿打到你。我们从外门拍手的话，我们希望拍在手肘的位置，因为他的手不可能从这儿弯。但如果你拍在手腕的位置的话，他一进攻手肘就可以，有一点反应的人手肘直接进来就可以打到你。所以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拍手也是一个很好，不管你多强壮，你这边可能我的力气不够你大，我顶不住你，但是我从边上我用一只手指，我就可以把它移开，上下就可以移开。所以拍手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防守动作。好，我们开始练习。内外，内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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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是一样，我希望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可以随机应变，灵活运用到他的拍手，就是说内门外门可以运用自如。咏春拳的防守动作，防守在你接到对手的来拳的时候，我们用摊手来接住对手的巧手。当你触碰到对手的巧手的时候，我们瞬间转向你的手，把你的手肘抬高来卸掉对手的来力当然你也可以用转马，转马是更好程度上帮助你去卸对手的力。所以在对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记得在分解过程当中我们讲过，护手一定要放在你自己的咽喉部来，一定要从摊手出。好，这就是咏春拳的防守和护手的练习。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咏春拳的跟手的动作。跟手的动作在咏春拳当中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它是要防护对抗来对方的低拳或者是侧踹或者是正蹲的这样一个对抗这种攻击的一个手法。我们先讲拳，当你遇到对手的拳的时候，你用外摊手接住对手的拳，同样也是护手要放在这儿，
把它往外走。这个好处是什么？往外走了之后，这就是一个空档可以给可以给你啊，让你进入。两只手。这是我们所讲的跟手。好，当你遇到对手的鞭腿的时候，你怎么用跟手来抵抗对手？啊，就是这样。跟手，然后你跟进啊。这就是咏春拳的跟手的运用。我刚刚为大家讲解了咏春拳所有的基本的手法的分解练习和对抗练习。但在小念头当中还有几个动作呢，大家可能是不理解。就好像小念头当中有一个这个双发手的动作。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手是会这么放呢？就是在你实战过程当中，当对手抓住你的手的时候，手被对手抓住了，然后我们把对手的手领进来成为这样，然后用这只手挤掉对手的手啊，然后我们这只手就可以做攻击的动作。你看，抓就可以做攻击的动作。可能大家看到小念头当中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在双发手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双摊双扎双标指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大家可以连贯使用，但是呢，在大家试实战的情况当中呢，大家可以把它拆开，也可以单独使用。就是说，当你接到对方的来手的时候，我们用摊手来接住，然后我们用拖手来让他失去重心啊。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不要和对手的手有分开，全部都是粘住的，摊手拖手，然后当他失去重心的时候，你再把他拉回来变成一个扶手，然后扎手，然后当他失去重心靠向你的时候，你的标指直接是去咽喉。双手也是这样，当跟对手扭打过程当中，你抓到对手这样，然后双拖一样让他失去重心，当他失去重心后，双扶把他扶回来，然后双扎让他失去重心之后，你的标指直接去他的咽喉。好，这就是咏春拳的双手的拖手跟扶手一些连贯的使用。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大家在咏春拳当中看到我们这个动作，在结束的时候看到我们有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用处呢？就是说，当对手抓住你的手的时候，你要挣脱对手。如果你想挣脱对手的话，你这只手必须转，你用旋转的力和这个搓的力把对手的手给挣脱开来，所以我们就这样就挣脱开来，你的手下去是直接扣向他的大拇指，直接把他手。但是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她的力不够大，再怎样也挣脱不开一个男孩子的手，怎么办呢？当你转的时候，你就把对手拉进来，拉进了之后顺着他的手臂上去，直接往咽喉部攻击。这也是一种两种的用法。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咏春拳的初级小念头和所有的拳术分解跟实战运用，我们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好，今天我为大家演示了咏春拳小念头的整套套路，还有所有的手法的分解，还有实战运用对练的练习方法。希望大家回去呢可以了解，也希望我的视频呢可以为大家带来进步和帮助。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电邮到我们以下的电邮地址，我们会做及时的回复，或者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我们更多的详情。你还可以上 QQ 聊天群，功夫者聊天群，我会在那里为你做及时的答复。好，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